大家好，我是摩根。今天王者荣耀更新后呢，界面出现了个 bug 啊， bug 谣还没出来呢，刚刚现身 bug 就来了。这个 bug 是这么玩的啊，只要你进入英雄池里边，一生所爱皮肤白虎痣、瑞林痣、青龙痣、玄武痣都可以卡变色的，还有干将的冰霜皮肤都可以，这个颜色也可以调节，就像白虎的啊，可以等待黑暗有闪电的时候再点击海报出来就变成黑色的了，可以随便调节颜色的亮度和色调，也是比较好玩的。当然呢，官方会修复这个 bug。然后新英雄瑶呢会在新赛季4月11号或者18号上架正式服务，售价13888金币，是鬼谷子的徒弟啊。旁边这个鸟人呢是云中君，跟东皇太一有关系，新版本名叫万物有灵。云中君会在5月份来到我们面前，关于大家一直期待的马超会在6月份来到我们面前。云中君是东皇太一的小弟，也有说徒弟的啊，这个暂且不讨论了，回头看官方怎么说吧。下个版本更新非常巨大，大家一定要留着金币和皮肤碎片，到时候福利来了，手里没货就完蛋了。哦，对了，这个界面颜色 bug 是不需要拥有皮肤的啊，只要进去点一下皮肤就可以了，然后背景当时是什么颜色的，点击海报颜色就出来了。好了，那么本期视频就说到这里，我们下期见，拜拜。